8月24日，教育部举行例行发布会，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惠生介绍，长期以来课程教材中重大主题教育有所涉及，但不够系统完善。教育部将强化重大主题教育整体设计，避免重复交叉，增加学生负担。近年来，各有关部门、两会代表委员等多次建议加强各类主题教育，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、生态文明教育、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等，涉及数十个方面。田惠生表示，遴选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，必须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和素养导向，必须加强统筹设计。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又不能面面俱到，要避免交叉重复，增加学生的负担，必须呢，要加强统筹设计。田惠生强调，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要结合学科特点，以有机融入为主，注重发挥综合育人效应。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就要求语文与古诗词、民间故事等为主要载体，引导学生体悟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、中华人文精神、荣辱观念、道德与法治，以相关格言、人物、故事等为主要载体，弘扬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。目前，教育部已印发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》，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》，《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》，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》试行，《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》。对于会否给学生增加负担的疑问，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亮回应称，主题教育系统安排是有利于减负的。一件事儿，好几个科都在讲，小学讲、初中讲、高中讲，没有递进，反而会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是我们高效率学习的一个重要前提，就是我们把这个重复的问题、交叉问题、需要递进的问题，通过这些指南来进到课程里，使得我们的课程教材成为一个有序的安排。第二个，这一次我们强调这些主题教育，更多的不是说要增加知识点的记忆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要强化素养的教育。第三个方面呢，我们在设计这些主题进课程教材的时候，也强调了育人方式的改革，不要简单的老师讲学生背，要更多的强调多样化的教育方式、教育活动。据了解，教育部还将出台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规划，印发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、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。